是，好不好？我买了就差不多又是一个游戏光碟片的价钱，所以就来看看，也没有到全买，我没有到全买，那全买真太多了，就买一些觉得还不错的，好不好？一开始就有洋葱，没办法啊，闪鬼三最后就是洋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画面就回来啦。哎呦，我们这里或许可以先看一下《闪之轨迹三》的部分，前面应该也还好，我们就快速描绘一下，好不好？一个学生英雄，绘制骑士啊！哇，好怀念啊！当初的时候还菜比八，闪一闪二的，大家可以看《闪鬼三》的第一集，那时候我们也有看。对，那我们就按照过往也来看一下。一开始分班真的觉得超霸气，就是以 A 班跟 B 班有没有都一堆人，然后我们 C 班特务班第七班就三个人，喜安诺，喜安诺，那就开始攻略了。那时候就学会了新的，勇气指令，那也是闪鬼三新的。精英班，好，精英班，精英班。电话响起，小 DA， 那时候就来了，特殊的技能，奥利巴特所帮助的。算是贯穿整个轨迹三啦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的有通话都是靠那个尼利亚姆。然后闪鬼三其实就是我们特务的活动，就是去以前没有去到的地方，另一组的地方。傲娇亚修想一对一，然后就被我们完全打败，他跪地求饶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对不对？整个跪在地上，我说你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有，我有印象。经理，刚万尼玛，万尼玛在闪鬼山真的是从头到尾都跪到底啊，一直都是跪的。依靠着大家。简单来说，特务活动就老样子，好吧？轨迹都是这样子的。应该说英雄传说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跟二，我是没玩过啦，三我是看我哥玩的，所以印象也没有到很完整，但是四跟五都有玩，就其实就是像现在游击士那种感觉差不多。哦，你就是第一次看到他啊。那时候他以狩猎为生，还想说是不是一个新起的一个新的组织或是什么，结果没想到还是猎兵。呵呵，那时候初次有没有见到他，整个就想到东京幻都的时候，因为闪二跟闪鬼三中间我们隔了很久嘛，玩了很多其他的作品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总觉得这个 J
就好像仿佛 如昨日一般，有没有记忆涌上？撑过击倒，但是呢，没有关系，来了，噔噔噔噔，那个直接一个秀。已经获得真传的劳拉，世界无敌强。直接突袭过来。我虽然那时候直接突袭把他弄得很紧张，但还是一边一边慢慢的打。小飞也登场了。前半段就是那个到了各地都有各自的伙伴。那我们李恩一直接受的指示。接受政府的要求，我们也只能做啦。但是有第七班旧的第七班帮忙，我们都顺顺利利。这时候就拒绝他们了，你们不行，你们小雷包。一伙人 ，Go Go Go， 就被发现了，神器合一，不使用的原因无法控制了。噔噔噔，拿到了两个地方的许可证，终于前往传说中的哈梅尔。帝国的阴影，整个轨迹的从空之轨迹嘛，这契机就其实就是哈梅尔这个部分，就整个串联在一起，对。也是告诉大家一个悲剧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算是一直计较着那些悲剧吗？就是那个悲剧，其实会悲剧的力量是很强大的，好不好？要小心，不要造成悲剧。然后他们偷偷的过来，一起上。我在那时看到了。超级强大的永基神机勇士，前往支援，终于解决神机，等了一个秀，列兵王。叮，紫色机影啊，直接 KO 掉他。就他们的登场最帅，有没有？影子嘣的出现，阿瓦尼玛就是慢慢的飞，很物理性的登场的感觉。这个，好感，刷刷各方好感度，敞开心房，第一次的初登场，皇太子，
看到最后就变成是有没有他体会，关键还是他体会过当时的力量，然后对于当时无法好好控制，有没有就觉得比较很碎的啊，或者干嘛？可是他最重要的是还是渴望着那个力量，所以磨练之后他就觉得现在可以，所以最后他也是获得了那个神迹，不叫神迹啊，奇神。尤娜的 QQ 到了克洛斯贝尔，会不会回顾到九点？不会吧，这回顾应该还好。把这些记忆有没有都再次涌现，这样去玩更会有感觉啊！不然我们小脑袋都忘，很多都忘了。像这就完全有，我们跟他碰过手吗？完全没印象啊！提哦，有啊，完美。魔皇兵登场，胖子，四代之前，即便不想被剧透，也是有听到，就是历代的主角也都有登场，所以还蛮期待，好吧？那我们的真命天女雅伊莎，我们从下看上去好风光，有没有？看她的功法很帅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接下来就直接跳下来，给我们一个飞扑拥抱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时候，记得打一打。雪伦就跟我们讲了他的过往。哎，对，这里。雪人的戏份也真的是很重，但当然从我们一日以来玩过去，也真的是雪人好感度满满。有辛巴拉，奇怪的虫的植物像虫一样，就在此时，噔噔。艾玛三鬼三彻底的超级强大，那个魔女的力量，就我们这个就第七班真的是人才济济，而且都是什么非常的年轻，就各方人才了，太强大了。到了闪鬼三的时候，其实就第七班已经几乎都已经算是各界的很顶尖了。那你到了闪鬼四，那是不是就更 top 了？要他的闪鬼四的时间轴是到闪鬼三之后的多久？估计我猜应该几个月啦，了不起半年，应该是不会到一年那么久。或者有没有就直接接下去也是有可能。有人说小丑是旁观者，结果代代都有出现，还是来考试的。他小丑嘛，他调皮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想要来闹一下嘛。大家一起来。你看那时候他们两个人，我们就是全军一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后来就好像又削弱他们了，总是要不停的削弱。那时候就是 QQQ 的尤娜。那我们又再次有任务，神机与实验，
Q 的 Yuna。奥利维尔，经典。今天这时候也是差点要GG，被他一招打到，有没有？就是大家都要缩血了。噔噔噔，再次对决。完全真的是不到最后摸不着头绪的家伙，有没有？不过那个黑色球体还是一个没有那么的清楚的详细，还是有留一些梗在。终末的童话故事。你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没有有在说明了？那个男人，噔噔，没有这个火车经过。双方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彼此。